都是这样嘛，做新导管的时候都这样穿，穿那个线嘛，哈，对，穿那个线。然后最近碰到几个那个脚的都打不通的，又石头。哦，又要更用力。对，更用力。大拇指弯起来，有没有弯起来？今天弯，今天弯，弯起来。痛。左边也只能够弯到这样。哦，可以啊，左边可以弯的。这样哈，啊，右边只能够到那里而已嘛。再弯会痛。脚印会痛，痛这个地方嘛，哈。嗯，这里也会痛。这里也会。嗯。啊，这边比较厉害是这里。嗯。这边都会痛，这边都会痛哈、啊，翘起来，这样呢，翘不到那么高，左边可以，右边翘不掉。弯下来，好，尽量伸直，好，再弯下来，伸直，好 ，stop。前会痛的动作，这样就会痛，就会痛啊！现在呢？现在会痛吗？现在不会吗？不会。啊，你两边都做这样的动作，哎，这样啊，张开，还好了哈。嗯。还好啊，你做一下捏那个心导管呢，也还好了哈。我现在都可以做。OK， 好 ，OK。你起来就好了。好。